一、吊篮各部件介绍。吊篮平台包括篮底三片、高篮片三片、低篮片三片、安装架两片、提升机两只、安全锁两把、电控箱一只、电缆线一圈、重锤两只。悬挂机构包括前支座两件、后支座两件、调节座插杆四件、上支柱两件、前后梁四根、中梁两根、螺旋扣组件两件、攀绳组件及吊头两套、配重块36块、限位块2块、安全大绳一根、副自锁器、钢丝绳4圈、全套螺栓一带。二、吊篮的安装。悬吊平台的安装，摆放篮底，将3块篮底按一字形摆放在一块平整的地面上，横截面相互靠紧对齐。安装篮片，取一块低篮片安装在靠工作面的篮底上方，在其中间位置装入螺栓固定，再取2块低篮片安装在靠工作面相邻的篮底上，用螺栓固定。取一块高篮片安装在该篮底的另一面，同样装入螺栓固定，以相同方法装入其他高篮片。连接篮底，在相邻两个篮底与篮片的共同连接处装入螺栓。安装风头架及提升机安装架，把风头架放置在工作平台的两端，使中间 L 板上带滚轮的那一面朝向工作平台内，装入连接螺栓。安装安全锁，将安全锁装入风头架顶端的2块 L 型夹板中，滚轮端朝向工作平台内。安装提升机，将提升机抬放入工作平台内，并竖放于工作平台的两端，将提升机装入风头架，对准孔位再穿入连接销，扣上锁销，装上连接螺栓。安装行程开关，将行程开关安装在安全锁上，并拧紧螺母。安装电控箱及各连接线，在高篮片的中间挂装电控箱，带有按钮的一面朝向工作平台内。将电控箱紧挂在悬吊平台后篮片的中间空档处，将手握开关插头、电接插头分别插入电控箱下部对应的插座内。检查以上各个部件安装是否正确，是否有错位，注意螺栓规格、长短及大小电圈的安装位置，与方管接触处必须用大电圈，确认无误后紧固全部螺栓，按3项5线制连接电源，接入电控箱的电源必须要有零线，否则将造成漏电、断路器失灵。悬挂机构的安装，安装前支座，将调节座插入前支座中，并根据女儿墙的高度做初步调整，装入2颗固定螺栓。